观想这个上师或佛菩萨放白红蓝三道光，对不对？金刚圣的合十啊，跟显教也不一样。显教叫做十法界一心归命三宝，这是十个手指头叫十法界一心合在一起了，不必啊。密教啊，就是大拇指并在一起，包在其他八根手指里面，包起来，所以后面是开开的了，前面看起来就鼓鼓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花苞一样，那就像一个莲花没有开，这样子密教是大拇指并在一起，包在八根手指里面，好，然后呢，在佛前问讯，问讯不是跪下去哦，问讯的时候就是这样在，就是这样子弯腰鞠躬，弯腰鞠躬叫问讯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格鲁派黄教，他非常讲究顶礼的威仪还有儒法。他刚开始呢就是起来嗯啊、哦、我这里有麦克风，所以我要分开一下，好、哦、就哄，我怕同修等一下下课以后他就嗯啊这嗯他就会这样，我这里有麦克风我必须这样，好、哦、就是这样嗯啊哄，先问讯，问讯就是拜下去，就鞠躬了。鞠躬起来了以后呢，在嗡啊吽问讯，在嗡啊吽开始跪拜顶礼或者大礼拜。三顶礼完了以后呢，你起来对不对？站着还要向佛问讯一次，一样嗡啊吽再问讯一次，才可以手放下去做你的事。这样你在合掌的时候，你在问讯嗡啊吽问讯起来，然后嗡啊吽要顶礼的时候，你就要念嗡南无门主释利亚，啊，一起念嗡南无门主释利亚，南无苏释利亚，南无乌达玛释利亚，梭哈。那再一次嗡南无门主释利亚，南无苏释利亚，南无乌达玛释利亚，梭哈。这样子你每次在念嗡南无门主释利亚，南无苏释利亚，南无乌达玛释利亚，梭哈拜下去，第二拜也念，第三拜也念，按照这般十万次大礼拜的功德啊，这个是非常殊胜。